警察。嗯，小姐，什么事啊？我来买房子。买房子？你为什么想买这个房子？要知道原因才能买吗？不是不是，但是120万，你不觉得贵了点吗？你们要这个价是因为你们觉得值，我拿100多万买也是因为觉得值。但是我先来的，除非你出价比我高，不然的话你买不到这个房子。嗯，那好，我出150万。多你10万，160万。250万。多你10万，260万。350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图个吉利，六六无穷。360万吧。卢太太，卢太太，你看，他不惜一切代价来买这个房子，他才是那个买家。小姐，请进来坐。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彩华行了。哦，很好听啊。这儿没人打扫吗？不好意思，本来是我打扫的，但是今晚比较忙。彩华小姐，请坐。对不起，你先坐会儿。我要给卢校长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有没有改变主意。卢太太，电话。没有心，你耍我呀！我要出去打电话。来真的？现在没警察吗？刚才你也说我该死。彩花小姐，河北人参乌龙是卢校长特地买回来招待贵宾的。是吗？是啊，喝吧。是挺香的啊。卢太太，我替你的儿子小强报了仇了。啊，这么快？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这么快呀？那个彩华喝了你的人参乌龙啊。那又怎么样？茶里有毒啊，他喝了还不把他给毒死啊。神经病，茶里怎么会有毒啊？神经病，你不是很想我喝那杯茶想毒死我吗？你忘了？哎呀，毒药啊是放在茶壶里的，茶壶都打碎了，哪还有茶壶啊？你是那还有没有第二包啊？嗯，我还有一箱呢。我老公就快回来了，麻烦你等等，先喝杯茶。乌龙茶很香啊。是啊，很香的。要不你喝吧。不要，你喝了。还是你喝吧，我刚刚喝了一杯。老人家不喝夜茶，喝了我怕睡不着，但是我喝了又怕尿尿啊。不怕的啊，这儿以前是男女校，有很多厕所，你喝多少尿多少都不怕。我还是不喝了。你不喝也就是不给我老公面子了，一会儿我老公回来不肯把房子卖给你，我可不管啊。那倒是啊，不过怎么说我也是晚辈，这杯我敬你。老师，到时间吃药了。我要吃药了，喝茶吃药药没效的，这杯还是你喝吧。好，卢太太果然快人快语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喝了这一杯。杯子有苍蝇。
你干什么？把茶杯给我。喂喂喂，你不是要想把它交给警察吧？不是、啊。不行，小强会不高兴的。不是啊，你们猜那个彩花有多大？他擦了那么多粉，谁知道啊？问问就知道了吗？怎么样？他29。要不要我进去问他要不要杀人？好啊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29岁，那17年前也就是12岁了。哎，12岁怎么会杀人呢？怎么，你们没见过12岁的孩子杀人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你见过吗？我差一点点。就是没有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小花小姐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来买房子是帮别人买还是自己买？我帮我老公买的。那你老公多大了？嗯，他比我大7年。哦，就是35岁。老师是36啊。哦，喂，好像正好啊。什么正好啊？他的意思是说你跟你老公年龄很合适。是啊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哎，那你老公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也想看看他跟你有多合适。他一会儿就带钱来了。哦，那就好。有多好啊？你老公来了之后我就可以去睡觉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，是很好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啊？你有没有吃夜宵啊？卢太太，杀人不是你们读书人的专长，所以我精心设计的一个天衣无缝、惊天动地、绝世的好点子，让你们可以很高雅、很悠闲地为你儿子小强报仇。那首先破坏他的车，已经做了，就像破坏你的车一样。臭小子，原来是你把我的车给破坏了。校长吩咐的，你要负责替我修好。行。然后呢？然后去收拾一下四姨的教室，把桌子凳子拼起来当床。拼好了。然后带那个女的去教室，让她休息一下。带着呢，你没看见吗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居然完全明白我设计的整个计划。卢太太早说过，如果有人买房子，就用这方法对付他。你的点子都是抄他的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很简单，就像刚才卢校长假扮神秘人拿刀进房间砍我一样。一会儿我拿把刀悄悄地进去砍他，等他老公回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少对付一个人了。你说什么？说我假扮神秘人拿刀杀人？我们读书人从来不会舞刀弄剑的。刚才我睡觉的时候，你偷偷悄悄地拿着刀进来砍我，你忘记了？谁砍你？别冤枉人。哦，那你一定是你撒谎，你撒谎，你撒谎。这位先生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买房子。你也买房子？今天的场子真棒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不过刚刚有人出360万买了，除非你出的比他多，不然你就买不到了。那他付钱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时间对我来说就是金钱，我这里有360万现金，我们马上可以交易。你把房契给我，我给你现金。先生，请进来坐。先生，你贵姓啊？姓古，古先生，古巨天。我去给我老公打个电话，看他有没有改变主意。我看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反正我把钱都带来了，我想他不会改变主意的。麻烦你把房契拿出来吧。蔡鑫，古先生，哎，你请坐，你请坐啊。喂，坐，请坐。喝杯人参乌龙，是卢校长特地买回来招呼贵宾的。是啊是啊，喝吧。喝吧。喝呀。
我不喝热的东西。对了，你们冰箱里有没有可乐？冰箱有没有可乐不关你的事，我不喝就是了，你那么凶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时间对我来说就是金钱，麻烦你叫那位老太太快点。来了来了。他能走路啊？很奇怪吗？你也有手有脚，为什么坐车啊？舒服吗？坐轮椅又舒服又快，老人家还给你慢慢的走啊。房契呢？等等，360万呢？都在这儿了。糟了，忘了密码了。要不喝杯人参乌龙，慢慢的想想。我都说不喝热的东西了，为什么你老逼着我喝东西？借不到钱，我们是不会给你房契的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就是刚才到我房间杀我的那个神秘人！住嘴，包公！老婆，老婆。